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婷。我们养殖场的这些之前种的这些种子都已经苗都已经起来了，我们今天准备移栽一下。这个是西红柿，你看种的多好，把这边的草也除一下。这一块之前种的那个青菜现在都已经老了，不能吃了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把它清理掉，然后种那个西红柿。我们刚刚把地翻了一遍，然后现在的话，我们准备在这里种10棵西红柿，10株，准备挖10个坑，靠边一点，这个靠边一点。我们先给这个地浇点水，因为最近天气太干了，这个地太干了。今年这个西红柿的苗发得太好了，这里起码有上百棵。我说我哪种得过来呀？你们要西红柿的苗吗？快来找我哟，免费领取。一个你们种2棵是不是？我这不是还在学吗？那你起码还有10个这么多。现在大功告成了，这是我第一次单独种菜，没有妈妈的陪伴。今年西红柿应该是有很多吃的啊，到时候结了果就来请你们吃。好啦，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屏幕下方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